加长行李车。就是台里程，这游戏好像只有加长行李车，没有非加长，没有正常行李车吗？什么东西？它前面的路怎么那么长？我觉得这只是一张智障图耶。要飞了，这是不是要飞？我先绕过去再说。到了没？到了吧？这不是拆不拆的问题啊。这关于他光是要自己冲上，还要自己退后，就是做不好。跟猜不猜没有关系，好吗？我什么车都没开过，连 GTA 的火车图都玩过。好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看不懂。阿杰，阿杰，阿杰又阿杰，他本来就不太会玩嘛。
这个是啥？哎，冲到了！而且速度不够也会被他打。玻璃又碎了。有，这个应该可以慢一点。这是啥？看不到，掉下来。他应该是叫我从这边开始起跑。然后他那边有一个车子，他叫我斜的这样车头向下这样。这样，哎，哦，然后就过来了。哎，别啊！哎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这次莫名的切的还蛮好。到底是怎样？可以跳吗？我可以玩正常图。啊，怎样？压不到车头了，啊，有拐了，382。哎，这点有点耗时间，这点有点浪费时间的感觉。
哎。傻笑。啊，有了。哎哎，找那什么东西出来？什么东西？我要重生。耶，过关了吗？我的天窗是，过关，也就这样了。关了人。